要，真的不要。有一次在卡在牙齿里面，什么？嗯，这我觉得是巧克力吗？马克有牙缝卡虫，以为是巧克力，垃圾屋满屋飞虫，怕打到罗姐。相信荧光幕许久的女星马克协助美人办罗姐丧礼。我最后一次碰到罗姐的时候是四月份的时候，她比较担心我，就是，哎，你赶快交一个男朋友稳定一下，变成妈妈有人交代的那种感觉，感觉像比较是朋友的妈妈那种感觉，就是很像朋友的妈妈。可是我不可能把。不能叫她妈妈呀，她会生气。对，我都是当然是罗姐啊，妈妈就是那种随便来，赶快随便挑一个嫁一嫁。那不是罗姐，罗姐不是，你要挑一个好的，会照顾你的。你现在应该怎么讲，比较可以照顾自己了吧？应该吧，我也不晓得，家里很乱而已。这是胖姐家，在一楼是我家。那姐住几楼？六楼。对，很多同一栋，他们的房子都有装潢，就我的房子没有装潢，跟就超脏。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讲就对吧？哎，家里那么脏，来弄一弄啊。他要叫我独立。家里就是多脏啊。脏，我想要打扫的时候就去打扫，我当然知道脏啊。对，然后有些朋友会看不惯，然后就会帮我收东西，帮我打扫。刚好达到。然后就超。风水有关系那种去。出外景到我们家的不行，因为我当然知道我家就是一看就知道风水不好啊。差不多这一个月已经被五个人讲，哎，你家里吼要干净，风水好。我自己喜欢乱乱的就乱乱的啊。真的好想去看你家哦，真的不要。我的朋友来我家都只是会在我的房间的床上，对，聊天什么的。都没有地方可以走路。那这位先生住我们家了？对，他刚刚才到的。很震撼，很震撼，乱跟脏一起。是会有小强他来吗？有。然后我拿那个我姐姐有一个电蚊拍，我那个是放鞭炮，说5万5千只吧之类，就是超，就是因为它不会粘在上面，它会掉，就会掉下来，所以我放一张纸，就是我出去回来，这整张都是，整张纸都是，对，虫吗？对，要不然玩动身的时候，虫会跑进嘴巴或者跑进鼻子里面，这样睡觉的时候不会很害怕。不会，不要蟑螂就好。最近又那个，又是姐的罗姐的关系，就是不能你知道拍，就是一些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大师有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在灵堂的时候，就是有鹅啊，或者那，对对对。然后想说办完之后应该可以的，因为我家里也很多，怎么哎每一只都是罗姐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太多化身。对，办完之后。就是真的就是送到最后是对对，我才开始就是大开场，对对，要不然我都一直不敢，对啊，一直说罗姐，我就随意他飞啊。有一次在卡在牙齿里面，说这我觉得是巧克力吗？没有考虑帮，就还是找个。那个家是清洁阿姨，我跟你讲，清洁阿姨呢一来我家就是不要收，她宁愿不要赚这个钱。他们就是一来四个人什么的，然后就说这个已经算是大扫除了，哦，就不要这样。我说哈，好了，你们回去啊，回去。你是垃圾都没丢吗？对，没有，垃圾都在那个厨房，所以我现在冰箱没办法用。因为进不进去，那现在开始慢慢自己。我自己对，我现在房间的小包的，我开始一点点，会拿出去，连那个瓦斯也打不开啊，连去要洗衣服都没办法，拿去外面洗。我衣服很多，所以可以的，就丢在那边的。可你多久没有洗衣服？不知道，两个月吧，这样就丢在那边，这样丢在那边就穿。你就穿新的这样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衣服多到不用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哦、对。我刚其实讲那件事蛮惊人的。很惊人吗？还好吧。因为打天下都打不开。真的有一阵子有哎、欸，有一阵子是把东西都垃圾都放在客厅。难怪你会拒绝风水节目去你。当然了，已经敲过那么8遍，我都不要。最胖的也就
回绝了。你那个不能看啦。天哪，我说住在一楼吗？好想看。等一下可以给你看。啊，不要了啦，不要了，太酷了。穿鞋子也好脏哦，然后他直接就是穿鞋子进去。这不是美，这不是美国呢，这不是美国呢，没有比外面还脏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 这也是 Raw 第一次参加户外的 party， 我们将会为当天特别准备神秘的餐点。11月7号，台北101水舞广场见。